大家好，我是 WOM 的创办人 Vincent。首先很多谢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颁授这个彭程中小企青年创业创业奖给我们公司。对我们初创公司来讲，尤其是年轻的团队，都是一个很大的认同和鼓舞。尤其是疫情之下，其实个营商环境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公司都不断很灵活地调整我们的业务策略。譬如说上年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联同酒店业界就推出一些日租的优惠，就善用一些空置的酒店房间。接下来我们都善用我们活跃的客户群，就会推广一些餐饮的优惠券和预售券，希望为一个业界带来一个正面的现金流和新的一个推广的渠道，利用这个创意创新来为业界制造更多的商机和雇佣。